但每个礼拜都讲完，所以刚这一块要先打了，对对对，然后把自己放下。他一个动作做对了，然后 take 完就开始拍下一个片段，就不用一直录。哦，是这样。你就再把它接起来就好了。哦，你就先放弃，然后先放弃。哎呦，你结束放弃啊？在他的对面。在汽水对面吗？你看他面膜就不。你可以放再放多一点，你量太少。你把你可以把它放过。哦，是你身体有脏。我吗？你刚刚把它脏了。对啊，现在脏。这个是往上，它往上就要打八。再往上，对，这样才好。你刚刚弄错，赶快往出啊！不用，它有在动吗？你再往上，怎么了？往上，我讲了，是压力比较强。很好 ，OK， 继续去。七十。加油。可以吗？搞了七十。阿秋加油，阿秋加油。你们不讲话，很累。加字幕就好。够，六点六小时。把这一下，这一点点，再这样子。好，七十号，加油！今天手机老爹。请大家选嘛，那就是他们当小队长，然后你们就是会把你们放在就是某一队里面，对。所以我们是队员，对，所以只有在50公里才是队长。对。哎，你们有听那个早胎那个有的没的？什么早胎？就是坏破胎的地方要补啊。你现在报仇了，对？没有啊。你现在录影就是要让人家知道。就是在报仇嘛！我讲，没关系，不讲就算了嘛。
要按加字幕吗？就是，我知道，我要先讲外胎。外胎就是，比如说他爆胎嘛，然后就是把内胎拿出来的时候，也要检查外胎，就是他可能会有那个碎玻璃插进去，就要把它用工具或是用手拔掉。然后内胎部分可能就有破洞啊，那就是稍微打一点气之后就压压，然后就打气嘛，然后这样压压听那个声音漏洞的地方在哪里，然后找出破洞之后就可以用补胎片去把它用平，就是补胎片会有个磨砂纸，先把它那个磨一磨之后变粗一点，然后再用那个那什么剂啊，反正就是类似强力胶粘着剂。你就沾一点，然后再补胎片压下去，然后再用那个，说要压一分钟嘛 ？Yes。对，用力压一分钟，然后这样就是内胎就补好，之后就可以把它装回去。能出的都出了，摩托罗拉有，摩托罗拉有，摩托罗拉有出，已经有出了。我还在用老爷机。你那个防水万能，蟑螂好不好？那只根本就蟑螂。我这个我带它跳水，然后呢，当救生员示范，它就跳下去了，然后起来以后我才发现，放口袋整个都泡水。它没坏。没坏，除湿两天以后，然后再开机。它真的很脏哎。根本就蟑螂。难怪它会。可以，那都没有人换的。对啊，太耐用了。看需求了。爱地球。为了就是亲戚在住的，对不对？亲戚，亲戚。